那个外星人出击了。哇，这是外星人跟地球大战，来帮他们一下。该死的外星人！哇，这也冲太快了。哇，没在射我。哈哈，我不是你的敌人啊，不是你的敌人。来吧，可恶的外星人，别跑！哦，飞好快哦，超快用飞的！哇塞！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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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飞过头了，那个，外星人出现了，受死吧！哦，还在装子弹吗？哇！哦，打到车子了。就把他抓起来。哦，眼睛会发光哦。哦，在哪边射我？后面。哦，别走。外星人应该不需要吧？哦，这个是 freeze， 就是把它变成冰冻。被冰冻起来，可能就直接挂了。哦，就这样消失哦。哇，好大！来吧，谁让我烧一下？就你让我烧一下！啊，没关系，友军没关系，没有增加仇恨度的关系。哦，超大红光。那拿什么？火箭筒。为什么异形的声音居然是人类的声音？哇！吼吼，超强的！可是我有饥饿度哎，应该是上一个模组没有关掉。啊，不是你的敌人啊！不过居然你要打我的话，来吧。啊，左上角是分数吧，33-103。蓝色是异形打的，然后红色是我打的。打超远，吹不起来。
的比较帅。把他撞开了，哈哈，什么？飞哟，冲啊，飞上天际！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能不能飞到太空去。哇，哇塞！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哇，看，飞这么高，我们来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哇，飞到哪都不知道了。怎么不能动？卡住了！哈哈，不，啊，往下飞，往下飞应该可以吧？咻！我看到陆地了。地板都裂掉了！哇！哇，你这样的没死哦，你好厉害，跆拳！来吧，我两拳。不是来救人质的，是来救地球人的，到处疯狂杀戮。哇！近距离看一下。重点是他没死啊！哦，来挑战一下，超过100多。他只有这种无敌飞拳而已。超远！我还要50对。那叫声好凄惨。Ooh.
爆炸了。这个模组啊，一定要用无敌的，不然他一发那个就挂了。哦，卡住了。把他抓起来，好丑！哇，好不容易七十了。刚才还有军队，喂，神龙拳，哦，吼，他翻了360度，哈，这个应该是帮派吧，哇。哇，一台车爆了！是无敌的，是超人。这里就交给人类了，我来飞啊！哇，我们来看一下夜景啊！那个好亮的，跳摔到草丛里面去了。哦，这里也有敌人。到处都是外星人。外星人叫好凄惨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实况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，peace。